的意思。那么农产品在云出来的时候，山中的回报，这个云的呼唤中苏醒，是熊盖优质的最洁净的哦。所以我们的这个经过精心加工制作的这个产品就叫出云。金黄色阳光下的一朵祥云，象征日出的清晨，最干净的空气，最洁净的露水，滋养了高雄县的农作物。而出云这个品牌，就是高雄县精致农特产品的专属代名词。我们鸡画眉高兴吗？那现场啊，我们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购买哦，也感谢大家都来今天的记者会。如果你喜欢梅记谷的话，可以上甲新地区农会来订购。会写，你不能买要是西点的，好西点西点的呢。那你买要个干，阿个。生啊，阿袂死咸。我讲老家，我有冇食过这好食的话梅？真的是，唔是讲我卖这个卖什么？卖瓜，卖瓜自卖自夸，不是哦。哦，真材实料。今年啊，真材实料啊。啊，我出国我就带梅啊，啊，我出国旅游我就带梅，啊，我吃点那种梅啊，所以我都爱吃梅啊。你也当伴手销。啊，帮我摇啊，对，那好啊。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益，积极辅导农业发展升级，并且朝向精致化、专业化和品牌化方式行销。经过近年来的努力，终于将甲仙地区农会生产的相关梅制品顺利催生出第一批以出云品牌销售的精致农特产品，包括翠梅、梅精、蜜梅、梅子粉等等。县长杨秋兴特别为这些精致农特产品代言，除了强调高雄县的梅子品质好，更不怕外县市的农特产品来比较，对高雄县的产品深具信心。哎，馆长，今仔天气拢改变足济啊！你今仔袂拄住啊？伊这真新的嘛！哇，出云熊盖翠梅。